CJ7.阿巴雷姆耶马巴，我也压个野猪顶得住，野猪这个功夫，我这中国股权法的掌门人。十字顶功，就是两火的，我都没必搞。我要成为一个，终于扛得人。威力功，那是嘴巴最嫩的时候先吃点很热的汤饺和小笼包，要不然就是喝热汤的时候一饮而尽。佛印的嘴已经能够承受100度的高温。 我告诉你，就算吃一次也能够吃比别人快能多吃2碗。只不过，奉劝各位小朋友千万别学啊！美人鱼啊！开门，给他们看看这个，不好吧？ 哎呀哎呀！嗱嗱嗱！喂，嗱嗱，老哥，嗱嗱，醒目啦！好凶险，呢度啲宾客个个都凶神恶煞嘅。我自己嚟啦，唔该。 为之心牺牲又何憾 ？Stephen Chow。 Get ready to be swept off your feet and taken to the extreme. Stephen Chow, Shaolin Soccer.